Hello， 大家好，瑞万です。好，这个从2021年全球活动开了一两关之后，就一路停到现在，终于有第三、第四关出来的超级斗大全嘛。这一次就打算来把它给解决一下。这次会打其中一关。然后这边的话啦，它的关卡其实跟当年是一样的，有分超细队跟极细队。比如说像第三关这一边，敌人的 boss 会有悟空啊、悟饭，然后用超细，我们自己本身带超细的角色会被大幅的减伤，打敌人的伤害会降低非常多。然后同理，第四关就等于就是极细大幅减伤这样子。那么这一次的话，我是打算来打这个第三关啦，然后任务嘛，第三关就有，赛鲁篇，然后目标孙悟空，还有就是人造人间啦，打算一次过解啦，这个可以一次过解。然后第四关的没办法，组不出来，连队伍都组不出来，所以那个是没办法一次过解，所以第四关会要分几次来解。可是第三关的话，目前我是组得到一次过全部六张都出现所有的类别啦，所以就来尝试一下呗，改变未来的战斗啦，然后就大家看到这个样子啦。其实这边是可以带到蛮多角色的啦，其实就看自己的喜欢，自己喜欢。等一下，我觉得这一张应该是可以跟它换掉吧。这边好像也没有其他有 boss character 的角色了，算了，带住了，就照旧吧。然后道具的话是可以带两个嘛，所以带一个减伤道具，要不要回血道具啊？回血道具，好像不是到很有需求啦。要不然的话，我带那保险起见啦。保险起见啦，带这个啦。虽然说我们队伍内有两个血量40%以下的仙豆，可是如果刚刚好卡在41%左右的话，就有一点点的小尴尬。Support member 里就没有任何适用的啦。OK， 那么就以这样子的队伍，由我们的 Sailor 来带队。人造人，赛鲁篇 ，Ikimasu。さあ行きましょう。然后一战、两战、三战、四战嘛，就跟之前是可以说完全一样啦。然后那张速鼠啦，友情抽的17、18号，在这边我觉得应该会有不错的效果。最主要就是它有50%的加防，然后本身的防御力也蛮猛的。看一下这边两张辅助嘛，boss character 可以连得到，34万、11万跟9万9，不错嘛。靠这辅助，我们的赛鲁的防御力其实也是蛮高的，然后开了必杀50%的提升，一千万的输出，马吉直接灭掉对方了吧？几乎灭掉，高切力连接，さすがです。OK， 好，nice， 太棒了，我只能这么说，太棒了。这边我打算选择美纪的，你感觉比克那边就是个坑哦。然后超级达尔的必杀，这边就留住这一张来做连接吧。虽然说不是太理想就是了，不过不管他。OK， 这样的话有一二三四四条连接，这个样子应该是 OK 啦。然后不管是赛鲁还是19、20号的 Dr. Gelo 都有相当程度的，你本身克数嘛，相当程度的这个减伤力。然后美吉娜应该是气弹系的，等一下又可以吸收，哇，看直接灭掉了。马吉，
这个真的是让我们来检认。哎，有第二站哦。OK， 我还以为让我们来爽了，随便打随便过这样子。哪里知道还有。OK， 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。不过满气的，哎，满气的赛鲁，打起来就是一夜了。高切利连击，哦，这个死哎、欸！哦，对了，刚才那个试用影片中啦吼，我最后也忘了总结到底需不需要连击，还是要彗星？可是因为这个第一个状态没有什么特别用到嘛，这边就顺便来尝试一下吧。因为第一个状态用的比较多，可是在第一个状态有连击会比较好，因为。二连发必十二期必杀嘛，连两次必杀的话啦吼，可以把那个防御力叠得比较高哎、欸，我觉得这边可能会比较优秀一点，大概率就是可能二十彗星这样子是可以接受的啦，嗯 ，OK， 再来。最后，这个样子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啦。我看你，哎，哇，撒旦，你不会吧？马吉，哦，被打飞啦！塞鲁被撒旦打飞啦！嗯，果然连击还是比较有一哦啊，这样就干掉了，这样简单啊！果然一定会有第二战嘛，就知道。不可能这么好死，让我们轻松过的。来看一下哈，现在是哦35万，可以 ，nice。这边的话，目前就希望尽可能的多把都看问累积一点，等下去打就容易一些啦。哦，单单靠这哇，不千万，单单靠这赛鲁本身，然后紫赛鲁本身，前面的三关就打得好轻松。哦，连击哦吼，这样子就1600万的输出啦，再连多一下就2000万。麻吉，哇、哦，180%对讲机。另外提一下，题外话，180%对讲机。可怜哇，バケモノだ。太强了，真的是太强了，怪物哎、欸。然后那个第二形态好好用 ，OK， 这边就是红版打走。嗯，可是好像不会有太大的难度的感觉吧？哎，哎呀，被 block 到完了。嗯，马瑟塞鲁的话就随便吧，它不是重点，它可以开到早就好。可是这边前面就有点小害怕了。不过有是78号加气加防应该 OK 吧？哎，哇，这个火力可以吗？连击必杀，这样子的话就防御力，哦吼吼，嗯，这边没有加工的辅助，火力会比较低一些。啊，这一掌真的是期待他的这个极限，哇，好痛！要被他好像撑不住了，可能要移一下位了。火力啊，死鱼！哇，这个哎，这个强哎，17、18号果然很猛。OK， 拜拜，果然，哎，这边到底有几个关卡？不会也是5个吧？哦，不对啊！哦，这个样子的话，啊，这个树鼠这边啊，可是栗鼠的防御力也不高哎。最后那个紫鼠，感觉也是很哑巴的存在。妈你，该动还是得动啦，哎，该动还是得动，就大概这样子吧。57万的防御力。应该是可以的吧。而这个赛鲁第二形态啦吼，他也是属于很猛的角色，可是同样也是那个问题在啦，他也是属于2号或3号位的角色来的。
不过因为他本身是辅助，摆在三号位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问题就是，但是我们没有一号、二号啊，二号有没有？我们有二号，可是没有一号啊。塞鲁丁二号、三号队队员很齐全，可是一号队员很缺。哇、哦！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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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！哎呀，这个样子，还是这个样子。这样子可以连比较多。我看，开一个 Wish 吧，这边先过渡一下好了。嗯，暂时把这边过渡一下，要不然感觉整个就有一点点乱糟糟的。哎，叮。不过这边被克数，可能打起来会比较哦，痛痛痛扣，不是一点，是超级痛扣。要求也没对嘞，没事，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被吓到了，哎，吓到我啊！我的呀，看一下下一轮有没有机会进化，有了进化的话，哦，那个就是三 Q 啦。啊，这边会回血啦，这个回血下一轮就不爽了。嗯，そうですね。然后又加防，哦，等有没有机会？哎呀，我刚才应该让塞鲁走一号位的嘛，被敲一下普攻可能可以有机会啊，干，失误了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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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没有了，也没有机会了。哇，五番超二起炸，这都应该要这个样子摆吧。嗯，开得到超 B 杀就好，然后这边会开到多看问这样子哈、哦、嗯，开加工道具就好了，他能不能一轮过直接把他给碾过去好了，两个辅助嘛。哎，本気を見せてやる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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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暂时没有罢了。嗨，哎，等一下，你的高确率，哎，等一下，好友的高确率好像都不是很稳喂。哦哦哦 ，OK OK OK， 来啦，看一下扣多少血先。そうだね、そうだね，竟然被干掉。OK， 这一轮 Sail 已经做到变身了。那虽然说不够完美，呵呵，因为好友这一张的连接几乎没练上来呀，这边真的是超级超级可惜了。妈妈，不管怎么个样子，哎，还是得要马上拿出来用的啦。嗯 ，OK， 这边的话暂时就这个样子了。等一下接着打下去了，妈，刚才那一边被干掉实在是有够好笑的。以为哎来得很棒，然后就挂掉了，有够好笑的，残念哎，残念面哎，可是那一边到底是第几关？他总共这一边有几个 boss round 完全不知道哎，刚才那个是打到第三 part 嘛？妈的，再看怎么样子啦？哦吼，1880万，虽然没有满连接，但至少是彩星啦。哎呀，好好吃哟 ！OK， 高汉山来了 ，Thank you 你，哎，这边的话，哎，就给一个 wish 啦，保证哎安全。这样子的话，这边这么个弄法好了，
为了那一个罗刊文嘛。呢，嗨，这边的话应该是可以比较好的打过去。然后这边是第三关，后续不懂还有多少，先打过去看看先。714万啊，没有 boss character 就是低了，这真的是魔法多。还好这边这个1920号可以带来的辅助有够高，比较高一些。我这样蛮连接的，应该来配 boss character 才对了。哎，真的是失算了。哇，这个有彗星，那一个火力真的是可怕。对于这个 Salamax， 什么 Salamax？ 赛鲁，赛鲁真的是夸张哎，他的火力。不过这边这样，我这样一轮这样用下来了哈，我感觉那一个彗星20点的彗星啊，还是应该要给他的啦。然后银技能力再搭配自己的潜能点，然后我们多多跟他弄到一个差不多11点，因为基础有6点嘛，再加一个5点的那个银狂技能力的话，然后11连击应该算是还蛮不错的那个选择。然后同技能力保持就是那个叫什么啦，同技能力的话就照样防御。然后金技能力其实可以考虑彗星加连击，这点真的是可以考虑，因为我觉得连击真的是很需要，有连击上来的话啦，他的能力整个就不一样了。没有满气，不过6颗足的话有多一点的减伤能力在，不错，这个是不错的选择。那如果这边，我才刚才讲，如果可以这边再开一下必杀，让我的血量压到40%以下啊，没有干，太少了，没有满气，没有24气的这个 value， 就只有千出万的输出了，这个比较可惜一点。这个是最后的吧？最后的吗？还是还有？不过这边的话是肯定要开威士，没有跑了啦，后尾太危险了，后尾太危险了。不过这边的话，亚贝，阿布呢，马吉的亚贝，对，都是有呢，这个样子吧。我必杀在这边啦，我有点小后悔，40%减伤，共撑得住没有？被气绝，被气绝是还行。减伤有在就没什么好怕的。OK， 所以然后这边有回了个10%左右的血嘛，然后最后这边 ，Onegai 连击。绝对要连击啊，干连那个普攻，我要没得save OK， 本番だぞ皆さん，嗨，主动技，いや行くぜ，大筋はせんぞ，覚悟するがいい。地球ごと消えてなくなれ。Yes。然后这一边的话啦，我觉得带蛇姬可能会更理想一些。又是这种东西啊。等一下，想一下要不要播一下，反正都差不多嘛齁。我来播一下好了，来8颗珠，来一个子，哎杀一个的将。不过这边因为回血的关系，
欸，有 Boss Carry 照样出发，来啦，哦，2780万，死各位，搞我了，一发直接灭掉。OK， 四关骂也是啦，都这么难了，再更难下去，感觉会升天。后面你也没有东西可以出了啦，嗯，后面也没有东西出，没有你丢一个悟空出来嘛。OK， 这一个样子的话，打得也还算是还行，不算特别顺利，但是还行，嗯，就这个样子的队伍啦。免费卡，然后两张一般十抽卡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只要有赛友带队，基本上通关是没什么问题的啦。嗯，好友的话尽量就找满连接的啦。要是我这张没有满连接，用起来好痛苦哦，真的是痛苦哦。嗯，他没有练到满东西，有些像记忆加成之类的，有些都还没拉上来，比较难用一些。然后整体的攻防也没有到这么猛。嗯 ，OK， 那么这样子的话，目前一二三四五五条嘛，那么就get 的这碎了，然后这个满啦，然后塞鲁又可以更上一层楼了。之后我会把他们给拿出来用一下，极细我往前延，攻防15%提升，更加威猛无比的塞鲁，然后龙石20个，再加上通关的一颗，都得21颗龙石啦。好，那么这一个超激斗大全 vs 这个第三关，就这样子全任务解答完，塞鲁篇目标孙悟空，再加上人造人间，可以这样子组啦。全免费卡我觉得应该都有机会，因为辅助卡免费卡里面还有辅助卡，还有辅助卡，想来应该是有机会的，只不过可能用起来会比较辛苦一些些啦。嗯，不过不管怎么样啦，通关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如果自己是有那一张素鼠的赛鲁，应该会更好过。OK，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じゃあまたね。